挑了这边一个很厉害的餐厅，是柏流最经典的，现在很夯。等一下我们会，我跟他坐那边吗？对，你们俩就对坐，但你还可以一边拍他。他两个。然后那边再一条吗？还是另外一条在这里吗？都可以啊。好，在这里可以。我们就先来看今天导游带的照片，看一下这边的旷世我常常觉得回忆就像是一场缩时摄影，进入去的每一瞬间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它不是把记忆量庞大乱记录，记录着生活的短短的人生。爱留下。对于把这个事情，我配合你。不要讲，这样我压力很大哎，等一下带不进去是我很糗哎。